Hello， 我是楠木。今天呢，为了庆祝我的粉丝高达800人，我要奖励自己做一件事。我决定去洗个头。我决定去洗个头。老实说，我已经3天没有洗头了，再不洗的话，我估计就可以炒菜。哎，真不想撅着洗。刷卡也爱。这不是屋有人给洗头好哎。哎呀，开心吧，太舒服了，伺候不到位。哎呀，还在按摩着呢。对。哎呀妈呀，这服务太全面了。哎呀哎呀。哎呀，对。就喜欢这进账的声音，太难了。